那田宇同学，我们这个礼拜五一天嘛，接你们的分组报告。那有同学如果是你们的计划情报还就是还没有分数的，应该去修订啊、补写了吧。没有分数的，你要去找助教，这里面要去找。那如果是过很久，你就你按照我们的规定来啊。就再次提醒同学，这个分数的，你自己要去。要去注意啊！如果哪一时间没有分数，要去找助教。另外，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去询问助教，没有关系啊。今天都有讲过，助教应该会帮助你们啊。还有一件事是，我们已经跟课本申好。这学期呢，我们教务处啊，年五百亿里面有一笔钱呢，是可以让老师。对人数比较多的二十人以上的班级，如果需要助教可以去申请啊。那我们一分课呢，申请到一个名额，那所以现在助教是不应该。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这个课的部分啊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这个利用课余时间呢来问他啊，不要客气。可以问我没有关系吧，我的时候同学不太好意思问我，就问助教没有关系。那我已经跟他讲过了，那他也知道了，同学可能会问他啊，好吧？那我们就要继续了啊。那你认识了啊？这个颗粒啊，是这个是他们自己画的。那目前都是其实是蛮规则的一个球形啊，看过。那孔洞你看不到，要在电显微镜下你看得到。好，那就是电显之下让你看一下啊，孔洞长什么样。那它的孔洞大概是2.2公里，这样孔洞，好像是这个孔洞，就是这张图的孔洞。它的孔洞大小大概是2.2公里，好吧？所以现在很多的工具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微观的一个结构。早期的话看不到，就要凭想象。那接下来啊，所以这个管柱的部分，它就介绍里面填充颗粒啊，它的这个长相大小。那接下来讲到 detector。那对 ideal detector 呢，它的一些特性跟机器是完全一样啊，不是完全有一个不一样之外，其他都一样。机器的话呢，它的 detector 要能够忍耐高温，能可以忍耐高温。LC 不需要 ，LC 的温度呢，通常是不加温的室温，偶尔可以增加一点温度啊，40度、60度。了不起，就不会到100度以上。所以第四点是机芯的这个它的要求 ，LC 呢第四点没有，其他都一样。一个好的 detector 要适当的灵敏度啊，这个稳定性在这边好，要有大的一个信心范围 ，response time 要短，然后容易操作。那至于说第七点的话。那是不是有选择性？一般希望是有选择性啊。有的就是说有没有选择性，叫 universal。在 LC 里面也是一样有的，你待会儿会看。那最后这一点 ，non-destructive sample。那在 LC 里面大部分是没有，是没有这个不会破坏的药。那还是一样啊，是没有任何的 detector 能满足所有的条件。好，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表，它就列出来。目前啊 ，commercial 的一个 available 就是已经商业化的这个 LC 的 detector 有哪一些？可以看到 ，yes， 它是没有。下面这个是没有，没有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方法呢，它是在研究室里面，
研究室里面研究用的，他们开发出来，但是还没有厂商投资去生产commercial的仪器。那我这个画红线的，以上前面这几种是目前啊已经普遍在使用。像第一个呢是 UV and visible， 其实它的吸收度。那这个是一个相当于在机器里面的 FIT Visualization 里面，这是一个标准。啊，你没有特别去讲说我的 LC 要配什么样的 detector， 一般人一想到就配给你 UV visible， 这是一个，这是你最常用的一个，这个摆在第一位啊。那么接下来是荧光电化学，那这些都是平常在说什么 detector 说什么，电化学一般叫 ECD。那么历史最久的其实这个。Refractive index 折射率，但是一般在非线是目前很少人在用 Refractive index， 它的原因就是它的灵敏度不够。各位看一下它的 LOD， 就是 limit of detection， detection limit。那别人是 picogram， Fendel， 那它是两个 gram。差了将近这个十倍一百倍那边啊，那虽然说它的灵敏度呢是比较差的，灵敏度比较差，那导电度还有支付啊，那目前你们做过实验用到的，这学期两个实验都是用 UV 什么，那上学期那个离子成型的用的是他们天平里面。好，那第三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LOD， 那 refractive index 它是对这个你的 solution mobile phase 本身的折射率嘛，折射率是固定的。你会得到一个某一个折射率值，那是你的 baseline。当你的 sample 出来，当跟着你的 mobile phase 一直出来，那它的折射率会改变，那个改变呢就是你的信号。但是这个所以说它是一个 universal， 就是不管什么东西，不管什么样的方法，那它的折射率基本上跟你的 mobile phase 不一样，它就会有信号。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基本上都可以测得到，所以它算是一个 universal。但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灵敏度不好。那灵敏度不好，在今天那个讲微量分析啊，就是你的测的灵敏度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呢，这个方法自然的会受大家的重视。那么，所以我们下面。就看一下 UV visible， 我课本介绍比较多，因为这个东西最常用的。电化学介绍一下，然后是 LC mass， 所以我们快来一起看一下。那这是 UV visible LC detector 的一个 flow cell。那你们上学期做实验测 UV 的话呢，有一个 cell。那个 cell 呢，你容易倒进去，要放进去，是一个方形，通常是公分见方啊。那在 LC 里面，因为是一个流动系统，经过管路分类出来之后，它要经过你的这个 detector， 所以这个是 LC detector 的话呢，就是一个 flow cell， 什么性呢？流过你的这个 cell，flow cell。那目前。UV visible 的话呢，设计大概都一样，都是核心执行。那从管路分泌出来的东西啊，流经这个辐射。左边这边是光源，选择一个适当的波长啊，然后经过这一段是光径，到你的 detector。
那从你的管柱分离出来之后，一直到你经过这个 core cell， 那这些呢，事实上都算是 extra common， 一直到你进入的导致，进了你的这个光镜这一块，中间连接管、分离管、出口，这段 tubing， 然后这一段，这都算是 extra common。它都会，如果说这个不适当的话，都会造成带光，都会造成带光。OK， 啊，那这个 extra common 的这个 tubing 或者这个体积啊，在你们考试的时候，你看到两页提到什么 dead body 死角，某一个地方的死角。它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连接管，那这里面的啊，从分离管就出来了，这个连接管就到经过啊，这一段，你会光经过的这个区域，侦测区域，这一段的体积呢，都是所谓的 dead body， 因为它没有分离，它只有让你通过，但最理想的就是直接。管子出来就直接就侦测，不要有这些连接管，但做不到。啊、所以有的同学问成是 dead body， 它的中文我会翻译啊，那它的意思呢，指的就是一些连接的这些 tubing 里面的体积，它跟你的分离没有关系，但是呢，它经过它的话呢，就会造成带光。所以它这个internal volume， 当然通常希望它是小一点的，小的话代表说它这个造成带光会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又希望它能够有个光径越长越好 ，excellence 越长越好。那长的话呢，而且那个光要能够聚焦经过它，所以不能太细，内径也不能太小，所以有一个适当的。这个右边列出来，大概告诉你它的体积大概多少。这里面径这一个这一个大概多少，然后它的长度光径这一段长度距离，我们希望越长越好。那有的时候怕它这个影响到你带宽，就用宽一点。所以这个目前大概用的这个范围尺寸大小，我们看一下啊，还算可以。那至于说这个前面这个光源啊，你要选某个波长，后面是 detector 的话，继续看下一张。这是我们刚看到的一个 core cell， 那它在整个的一个 UV detector 里面呢，它只是最后走过去你的 sample 经过的地方。那整个系统的话，还包括前面这个光学系统。然后后面这个侦测器，所以这方它也没有，不是完整，前面那边有光源没有设，所以这边是一个光源，不管可见光就是一样，都是分光。如果说是紫外光的话，你一般是用低度的，五 G 吧。那它是一个混合波长，多波长的一个混合光，最后聚焦进来到这个 breaking。它就分光，就不同波长的红色、黄绿蓝靛紫，不同波长在不同角度分散开。那我们这边呢，在出口的地方会放一个狭孔，所以只有这狭孔非常窄。那它只有某一个波长的光呢可以出来，所以我们是算是单一波长。出来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所谓的光源指的就是前面这个部分已经分光出来，选了某波长，然后照进。照进的话，这个地方就有你的光线，这里面放你的光线，然后这个 detector 就在里面啊。你先用波哥来到我们前面的地方，你用的 PMP 也可以了啊。这些我们要做的大家分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厂商的广告。
这个厂商呢，啊，这个广告，你看他画的这个非常好，一看就画不了了，太好了，太好意思说胶卷，像我们自己画画出来，我们画自己没办法画出来，那我们课本里面也没有。厂商这个卖仪器的厂商的这个目录里面，它的广告居然有这样的东西，觉得非常好。对同学来讲，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那有同学没问题啊？好，那所以，那我们趁这个当头呢，我们来问同学了、啊。我们选如果长得对，做实验的时候，你要选一个最大吸收度最大的一个吸收度的一个波长。我们要选择波长的话，我们怎么去调？调哪里就可以选择要的波长？有没有同学？我调哪里？我调哪里？所以可以随我的意思呢来选择你要的波长。吴中汉，我看你在回答。来，调整 grading 啊，没错。因为你的 detector 你的这个 flow set 这个固定的，这个不能动，这个狭缝也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动的是 grading 它的角度，它可以转动，转动这个角度呢是这个整个，它整个散射开的嘛，分散开的是固定的，所以你这个 grading 改变的时候，角度在转动的时候，这个整盘。左右，所以 grading 角度改变的话呢，这整盘是左右，可以选一样的波长的答案，没有错，很好哈。好，那这个是一般大家都是用单一波长，就选一个波长固定在那边，然后去看你分析分析出来经过它的时候吸收度是多少，给你一个信号。那这是 Harris 那本书啊，他画的同样的这个波色，看起来没有我们课本画的漂亮。那接下来呢，是所谓的 3D 啊。那目前在卖的仪器啊，价位更高一点，它配的一个 detector， 它就有这个功能，我不需要选某一个波长。我整个波长范围都可以去测，所以得到的结果呢，不像你看到的时间轴，然后信号吸收度，你只有一个凸胆来说，吸收度，然后对这个时间，一般你们做实验都是得到一个平面的，在某个波长固定波长之下呢，它的吸收度对你的 hang time 时间的一个成绩。那 3D 的话呢，它就可以去得到时间那个吸收度之外，是整个波长范围，整个波长范围它的这个吸收度呢，同时能够测到，所以是三个 dimension，three dimension 的一个得到的结果。那你要有这样一个仪器，才能得到这样一个 three dimension 的结果。那这个仪器呢，是什么仪器？我们先看一下啊，这跟那个机器脉冲看过这张图，就这个是你管住的话，你的一个某一个成分，它要经过管住要出来了，这边是你的底盘，它要进你的底盘可以侦测。那这个浓度呢是正面最高，两边比较低啊。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分成五段，一段一段的就经过这个底片，某一个最前面这区呢，它先经过底片。我经过底片的时候呢，我现在如果这个底片是 3D 的底片的话，那它这个第一个区域啊，这段经过的时候呢，它是整个波长它的吸收图形。吸收跟波长，整张的这个整个波长范围里面吸收的图形，它都测到，得到一张吸收图。
后第二个部分一样的，和大家这个美国波长范围是多少？你说也对。那你要做到这样一个事情的话，你的仪器呢就不是一般的，我前面讲的选择波长范围仪器，你的仪器呢不一样设计，这是课本上第十三章的，它是叫做 Multi-Channel Diode Array， 多频道二极体阵列，应该是 Photodiode Array， 有光二极体的阵列，光源方面，这张图其实我觉得画的好，它的标是这样标。光源呢，它因为是可以用这个 UV visible 就是灯 ，UV 的话低度灯，你都可以选。然后经过这个透镜聚焦，它是先经过这个 process， 整个控制所有波长的光呢，都经过你的 sample process， 然后呢，再经过透镜聚焦到这个 grading， 到这个 grading， 啊这个一个指令。到 grading 之后，所有波长的光分散开，在不同角度分散，所以它是先经过 process， 然后呢，再到你 grading， 然后再 disperse 开，不同波长 disperse 开。那我的 detector 呢，就不能只有一个，前面那个 detector 呢，只有一个。它是一个 detector， 所以它只能对应一个波长。那后面这个呢？这个 photodiode array 阵列呢？那目前大概用的是1024，就这一片里面呢有1024个 photodiode， 那每一个 photodiode 对应一个波长，所以所有的波长呢，它都有一个 photodiode 特定的 photodiode 对应，所以同时间，波长同时照过来，那被这1024个 photodiode 同时射到，然后电脑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就变成在整个波长范围里面，它的吸收情况呢，就可以同时得到，就一张的一个 UV 吸收图谱。用这样一个这个方式的话做这个实验，那你得到的结果变成这样的，是当你的分析的过程里面，你的游戏液带着你的分析网，来分析网面出来的时候呢，游戏液本身，这是第一个嘛，本身的它在整个过程范围里面没有吸收，就它一样的有一个这个 UV 吸收图谱，但是没有吸收，是平的。然后第二个，它这个是五秒钟去测五秒钟啊，每隔五秒钟去测一个 UV 吸收图谱 ，UV 吸收图谱。然后所以看到分析文件出来之前呢，就你的游戏液本身啊，当你分析文件出来那一段，前面的浓度比较低，它的 UV 吸收图谱是这个，那浓度比较高的这个区域呢？因为吸收度，吸收度当然上升了，吸收的范围是一样的，所以它就可以呢去画出来，这个时间，这个是波长范围，这个吸收度。所以当你分析通过的时候，它是在这张图是五秒钟一个吸收度，五秒钟一个整个光谱，然后做完实验，它就可以画出这样一个 3D 的一个图形来。那仪器比较贵，它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好处啊？为什么你要花比较贵的仪器？实验室有钱的话，通常都希望去买这样的 detector， 可以做 3D 的一个这个 photodiode array 的一个 visual detector， 有什么好处啊？要问同学，有什么好处？那种康况的最大吸收多少？那如果这样子在公司
策略。OK， 有助于去鉴定，就跟机器 match 一样，它有助于说我这个某一个，如果说不是 3D， 是单一设定固定波长，你得到的只有一个成绩，它是 retain time， 这个吸收度。所以你得到一个病，只知道它的 retain time 是多少，所以它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是什么样的一个compound的？你要跟 standard 去比的话，你也只能比 retain time 这一个数据啊。那这个 retain time 很接近，或者甚至相同的还是有，所以纯粹只有一个 retain time 这样一个数据，然后你说它一定是某一个compound。那这个有的时候很危险，尤其是不完全一样的时候，所以你希望有第二个数据。那这边的话呢，就是整个吸收的整个波长范围，它的吸收一个，那么你看它的最大吸收这个 peak 是在哪个波长，那么就跟你的 standard 去看是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就这边提供第二个的数据来验证，对这个 identification 确认你的分析物是有帮助的。那这是另外一本书上的一张，那我觉得也不错，因为这本书啊比较容易看，因为我们这本书课本里面的这张图呢，我觉得这张图应该比较容易看的，比较单纯，就是光源有阴部的地方，然后这是透镜，然后这个是一个港片，然后经过 flow cell 到你的 grading 不同波长散开，对应的是一个 photodiode ring 方案是正面。 OK， 好，下面是一个作业给你，那这个作业不是很困难，只是让同学能够习惯去看，因为目前呢很多的这个分析的方法它都可以得到一个所谓的 3D 3D 这个，这个就是一个 3D， 所以这张图跟前面看到的 3D 图是一样的事情，只是画的方式画的方呈现的方式，是哪一种比较清楚你的词。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是做实验得到的结果。横坐标这个是时间，它这个时间从三分钟到六分钟啊，所以这个时间是三分钟到六分钟。然后它是一秒钟，这个一秒钟呢是一张，所以它这个一秒钟一张。这是这时间轴，时间轴，三分钟到这个六分钟，一秒钟一张，所以这条线就是一秒钟一张。然后这个是你的波长的范围，那波长的范围呢是从220微秒标，这个零波是代表波长是零，波长从220微秒米一直到400微秒米这样一个波长范围。然后它是3纳米米的一个解析度，是3纳米米的解析度。好，这是这个范围。然后纵坐标呢是你的 AU 指的是你的波本吸收率，从零到一代表你吸收度是一的时候最高，这是零啊。所以一样的，就当你的飞机通过的时候啊。没有废弃物，整流器本身它的 UV 吸收度是几乎平的嘛。当你像这个第一个飞弃物出来的时候呢，它在某个波长里边有吸收，前面后面是代表它的浓度。第二，所以你很快看到有三个成分，那它的吸收波长这个情况呢，吸收波谷帮助度是不一样的，很明显很高。所以去跟我们课本上的三 D 图，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清楚啊。你们作业要求做什么呢？就是从这样一个 3D 的图
案去看一下。第一个，去从这个图谱里面呢，去自己画一个吸收光谱，吸收光谱。那时间呢是每天看在3:07跟4:04的时候，我们看一下，3:07呢在这个地方，跟这边一样，好吧？你不要拿手随便画一画，一定要是然后刻就刻好，坐标标清楚，然后呢，能继续量一下，继续要去量一下。所以这张图呢，要附在上，这个栏里面要。封面是这样子，然后你会去量的，还是我这个过程，那上面标出来了啊。所以请你这个要认真的去量一下，事情不是很困难，但是你花一点点时间去测一下。那希望你借着这样一个作业呢，以后你看到类似这样3D 图，你很快就能够知道啊，有些数据很快能够看出来。对，好，这是时间，两个时间点。要去画两个 UV 的吸收图光谱，那另外呢是要在两个固定的波长，就比较像你在做这个量性实验，就选一个固定的波长。那这边呢，我告诉你有两个波长，一个240毫米，一个280毫米，差不多在哪里？在这边啊。这两个波长之下，它的程析就是你的每天看跟那个吸收度程析。所以你自己要想象一下，这个大概多高，考验一下你的这个想象力啊。就我们这样看，看怎么去量它啊，大概去量一下啊。所以你的很重要时间嘛，重要是吸收度。那请你呢，这个坐标一定要清楚，刻度要刻出来正确。另外呢，你的程析你们都做过 LC 嘛啊？它的形状什么样子？这个成分是什么？所以你画的形状很奇怪，就没有关系。其他同学，你们不要去画的奇怪的形状。那另外就附上这一页啊，那你的这个测量的这个等等啊，能够显现在你的图形上面啊。那我们下礼拜一交啊，下礼拜一交。同学，这个作业没问题啊。希望同学啊，做完这个作业呢，你比较熟悉啊，因为现在很多的仪器呢，它都可以得到3D 图。3D 图呢，在这边其实很漂亮，但是看完之外呢，我们对我们来讲，从这个东西怎么用，要能很快去分析它啊，因为得知道这张图代表什么意义。有没有问题啊？有。对那个不要去拿手随便画一画，画了形状很奇怪的情况出来。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了啊。电化学是一个目前来讲是明明都很好、选择性不错的一个分子系统，尤其在生化分子上面、药物分子上面。那这张图我们已经看过了。转注在那边啊，分离出来之后呢，经过我们叫 thicker cell 上下两块夹起来，这边有个垫片，中间非常薄的一个一层溶液，死活菌就经过那边。那这一层溶液呢，它的体积，那个空间的体积大概也很小，0.1到1μm，然后就出来了，还有 walking lab 走。康瑞来走，康瑞不锈钢，三号电极，一句话的。那做实验的时候，当然 working lab 上面也需要去加电位。电位加在哪里？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用这个方法是固定电位，固定一个电位去量它的电流。
因为这是一个流动系统，所以我们去如果做扫描的话，没有反应，它只有反应，然后到最高点停下，它是流动系统。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电流跟电位关系。那我们的固定电位呢，是放在最大的、最高的停下来的这个区域，固定在那边，它的波率在上面。所以这个方法，电话的方法叫 interrupter， 固定电位量电 interrupter detector。那这种设计呢，目前可以说是最常用的，是两片夹在一起，很薄的一层，所以叫 thin layer， 很薄的一层 cell。那这个前面教过了，那当然这个还是在我们考试范围，因为这个这章里面还有再一次的介绍。可是我们的作者呢，在前面画了这张图，他在这张里面再画一张图，这张图就很丑。很少的文献呢，目前不是能这样做，这个是更早的一张图，所以说我们就不要看这张图。我们用这张图，目前呢是这种设计。那至于说，电化学的这个增色法的话，它的适用范围其实很大，你可以看到，任何的化合物，它可以在正的电位之下被氧化，都可以用来用电化学方法来增色。像这个黑色氯上有一个 OH， 比诺这个单位是环境的污染，那比诺氯这一位，那另外呢，可以被还原。在固定位置可以还原，也可以变成磁，所以说有这些关联基的，它都可以用电化的方式来做增色。那当然我们不用去背它了，但各位知道，有这张表里面啊有列出来啊，这些关联基的反对化合物可以增色，范围很广啊。那这个 detector 最后一项，我们要介绍的 LC-MS。那 LC-MS。它这个地方画的是方块，完全是方块。LC 它就用一个方块的 LC 嘛，什么没画？然后这个你们考试的话，肯定要需要画 LC 的那个流洗液，然后一个泵，啊，一个 injector 一个 column， 然后再进来啊。假如考试的话，啊，这 LC 的系统。然后分离完之后的管柱，所以这个主要是管柱分离出来之后接出来，所以后面这个就是你的 detector， 就是你的这个 detector， 用这个 mass 当做 detector。就管柱分离出来之后的这个流洗液和分析物啊，它进那个 mass， 第一关呢就要游离，对不对？用什么方法游离？我这边写了 ESI。ESI 什么东西？不过这个最近，刚你的 ESI， 啊 ，electron spray， ionization， 电分散。所以那个方法，当最早发展出来是配合啊，可以当做这个 LC 的底片重要的一个游离方法，目前仍然是啊。正好你们之前也用过，做过这个实验，来测试 ionization。然后这个磁共分析啊，用这个 possible 也可以，这个 untrap 也可以，最后用 detector 来打你这个实验。那么这是。LC mass， 那当然是非常贵了。LC 本身不是那么贵，但是 mass 很贵，所以 LC 接 mass， 它的目的跟 GC 接 mass 是一样的，是要用到这个 mass 本身的功能，可以得到每一个compound它的质谱，然后从质谱图呢去找 library search， 去找这个 database。去看它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什么东西。如果
我确认有。好，还有仪器的部分我们就介绍完，接下来后面的后半部分，整个的这个内容就要进一步的介绍 LC 你 Mobile Base 都是 Liquid， 那么但是你的镜像呢种类不一样，你的分离的机制不一样，所以分成基本上六种五种。那么我们介绍的话是介绍前面的四种，最常用的一种就是离分实验所用的那两种，就是第一种叫 partition liquid liquid partition， 也就是说你的 mobile base 是 liquid， 你的镜像呢也是 liquid。早期的时候就是跟机器一样 liquid 涂在你的 particle 表面，但现在的都不是这样做，所以它这边写 liquid control 涂在表面，现在都不是，现在都是 bonding 间接的上面，目前大家都是 liquid bonding 到你的 solid surface， 这个是你的填充颗粒的表面。那你的分离机制就是你分析物经过的时候呢，它是在你的流体液跟你的镜像，就是颗粒表面的那个镜像这中间的一个分配平衡，就 partition 跟 distribution 的意思。between municipal 的 liquid 就这两项镜像跟动向它们都不会复合混合在一起，不复融的，它这两项之间当然有靠这个平衡的大小去达到一个分离的目的，所以这个叫 partition compartment。 你们做实验看十八面都是这种，所以目前来讲 LC 里面虽然有四个部分，应用性来讲最常用的你最常听到的应该是第一种 partition compartment。方便的可以是建立在你的颗粒的表面，是目前应用最广的颗粒。目前来讲应用最广还是二氧化锡 silica。 那你们在前天看过了，它是由于大小差不多一样，孔洞你看不到，告诉你它是孔洞的 sterling 是很坚硬的，一个 spherical particle 球形的，尺寸目前就标准的3米3米。那它去怎么去间接？这个间接的这个过程呢，跟我们在讲机器的，我们要去把表面把它拉起来、挡起来。那个过程呢，用到一个 solidization 细软化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很简单。所以这代表二氧化，这个先和表面二氧化锡表面经过酸的处理，它表面全部是 OH， 所以有这个 SI 表面全部是 SIOH 这样的关键词三个东西。所以这个二氧化这个先和表面经过酸处理之后呢，表面是 SIOH， 然后呢我只要加一个试剂，这个试剂就是这样的结构啊，细有一个关联基呢是氯，细的有一个氯，然后两个 master group， 然后有个 R group， 那这个 R group 你可以变，你可以是碳十八，可以碳八，可以碳一，可以其他的关联基都可以，所以 R group 代表一个可以变的东西，其他的是固定的，两个 master group 一个氯，这个氯的话呢，这个地方。它就会跟，就是说你的这个 silica 跟这样一个试剂混在一起，它自然反应，不需要加氯加什么，不需要，
放在一起，它就反应就进行了。那这边的 OH 表面的 OH 呢 ，H 跟那个氯这边的这个氯关联性就去掉一个 HCl， 然后把这个锌呢就接在你表面，就是锌的那表面原来是 OH， 然后这个 H 跟这个氯去掉了，那么这个你的试剂呢就接上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表面是什么？就是 R 固，你的。现在的表面现在就接上这样一个试剂，那你的 R 固附着在表面，所以变成你的镜像，就是你的这个 R 固来决定。它如果说是非极性的碳十八，那就 reverse phase； 如果是极性的话，那是 normal phase。我们在后面再讲，就是 R 是你可以去改变的，它就决定了你是 reverse phase 还是 normal phase。但是呢，这个反应。很容易进行，所以我们这个处理完之后产生的这个镜脱离表面有镜像，我们叫做 bonding phase， 你的镜像是间接上的，对吧？我这个反应都已经熟悉了，对吧？跟机器那个不一样。最后一句话，我想写在这边，左下角这边还有 happy is oral financial delay。这句话写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的这个 silica 颗粒跟这个试剂，比如说这边是希望是碳十八，这个反应完了之后，那你的表面希望呢，所有的这个 silica group SIO 是极性的嘛，所有的这 silica group 全部都被接上，被这个接上，但事实上呢，可能还有少数1%、2%的地方没有接上。没有接上，变成假设这个碳十八，就是我一个颗粒表面呢接了碳十八是 number one， 但是呢还有1% 呢是没有接上，它的原来的特性是 always 是极性的，而变成是你的一个颗粒呢就19%都是 number one， 它1% 是极性的，不好不好，不好啊，怎么办？把它补起来，把它补起来，盖起来 ，happy， 把它盖起来。怎么盖？还是这个反应，但是呢，他用了这个 R 固，用一个 massive， 等于比较小，所以这个反应完之后，再去多一个反应，用一个这个试剂呢，它这个 R 固是一个 massive 比较小，啊，所以你没有盖到，没有接上去的地方，这个洞很小，它可以钻进来，接上去，就让你表面呢，全部都是 number。这句话意思这样的意思，没有问题了哈，好，下面。